娜，我是米雪。今天我想做史莱姆。史莱姆，但如果要真的要做的话，好像蛮困难。今天我们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很简单的做出史莱姆。耶！需要的材料有胶水、红砂，还有水，一般的水。还有这个是颜料，可以看你喜欢什么颜色就放什么颜色的颜料。妈妈负责做。好，好。第一个步骤，我们要先把胶水加进去。加水进去。水跟胶水大概一搅一搅。搅完之后，我们再加硼砂水，然后硼砂水的比例是10:1。好，慢慢加，好像还不够。这样出来的触感才会比较好。